我猜你不敢。拥抱一只老鼠，跟一些蛆当好朋友，舔你的脚趾，吃猪的脑子。呼呼上的新视频会测试你到底有多勇敢。你觉得无聊吗？我们来玩勇敢的挑战吧，选择一个项目然后去做，除非你害怕。好，我们开始吧。老鼠，哇，这真是可怕，但我不会临阵退缩。好吧，我们来把这个可爱的白老鼠放到你的衬衫下。你能把它放在你的衣服里多久呢？稳住了。我受不了了。干得不错，现在你是老鼠的主人了。不是每个人都想冒着风险玩这种挑战的。女孩们在干什么？我明白了，你需要闭着眼睛走路，猜你踩到了什么？我打赌你不敢。哦，那是什么声音？我希望它不是鼻屎，只是软泥。接下来是什么？一个闻起来像奶酪的足部按摩器，好香！就算我闭着眼睛，我也可以分辨出来这些是薯片。哦，天哪，这一定是外星人。哦，它只是香蕉皮。哦，我踩到了柔软的滑溜溜的云朵上。哦，这是谁家的宠物？哦，天哪，我希望它不是活物。哇，我现在有霍比特人的脚。嘿，女孩们，你们要去哪儿？我的脚上不需要任何毛。接下来的任务是在炎热的夏天穿着厚重的冬装四处走走。穿好，我们去散步吧。外面是100度又怎样？我好冷啊！我也想试试，给我一个挑战。哈，跟别人互换衣服，现在这会很有趣。哦，我的天哪，这是小城里最时尚的恋人了。看起来棒极了，让腿闪闪发光吧。我们来试试你忍痛的能力，男孩们，我打赌你们不敢撕掉腿上的蜜蜡脱毛片。预备，各就各位，撕！把毛留下当纪念品吧。
你能吃下一勺肉桂粉吗？我们看看。哦，它是如此有味道。但我做到了，不要给我更多的肉桂卷了。我们来看看谁可以在脸上加上最多的一加。加油！这真的是人类的进化造成的吗？哇，男生们绝对都好傻。我们来抽签，谁输了就要把他的腿给驱驰。可怜的家伙。好恶心，这些蛆是如此的恶心。但你顺利过关了，你的腿也没事，现在你是蛆王了。你的新任务是用冰箱里的所有的东西做奶昔，然后喝掉。我打赌你不敢。我们来看看菜单上有什么：大蒜、洋葱、茄子、蔬菜。不要忘记你的绿叶菜，保持健康哦。还有一个鸡蛋，玩得开心哦。哇，这个气味太冲了，这个奶昔真实在。好了，祝我好运。相信我，任何人都不应该喝这样的奶昔。所有的头发从地漏里拉出来，并像淋浴海绵一样用。快点，我打赌你不敢。真恶心！这是我的头发吗？我可以用它做个假发。太可怕了，我要吐了。但至少我完成了挑战。你敢舔你的大脚趾吗？你在开玩笑吗？我打赌你不敢的厨房吃饭了。我们来看看菜单上有什么：鱼头煎蛋、猪耳朵、猪脑，还有牛的舌头。真香。我们来尝尝。哈，原来没有那么糟糕。猪耳朵很脆，
猪脑。好吧，我以后会更聪明的。我们挑战成功了，耶！我们都是杂食动物。你喜欢今天的挑战吗？在下面的评论中写下，如果有人问你敢不敢，你会做什么呢？亲爱的朋友们，请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请点赞和点击铃铛，不要错过呜呼上任何野性的新挑战哦。